我想，大爱大学的造型艺术系啊，那么在吴主任的这一个领导之下，那么，艺术系的这个学生全心的投入，那么当然从得标的时候到完成这个期间呢，我们的学生他还要参加期末考。那么过年的时候呢，可能还要牺牲了一些假期，那么这种精神呢，就值得我们敬佩了。大爱大学是一所这个德国式的工业大学。那么德国式的工业大学，它最主要是师徒制。那么这个就是实现师徒制最佳的一个地方，老师带着学生，师傅带着徒弟。那么来实施，真实的、踏实的来这里，那等于说是一个非常得到了一个非常，非常好的一个经验。那么我想，今天我们是白天呢、如果晚上过来的话，我想会更精致。所以我决定，这个晚上再走一趟，来看看我们大爱大学这个成就在，这个在苗栗发光发亮。现在就是已经全部完工了。那这个是最大的巨人，那它大概有5米高，那它代表是一个种族的融合，因为漂流木是各种不同的木材，它集合从山上一直漂流下来，那就像各种不同的民族一样的那种族的融合，那这是我们最想要表现的，所以这一次就是以这个巨人的足迹为主题，所以就把它完成这一件，跟所有以往的灯区的那种表现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是希望我们大爱大学能有一个，让人家刮目相看不一样的呈现的方式来。那我觉得其实很辛苦，可是最主要的是想要让大爱大学造型艺术学系的，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可以到外面去让人家知道，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。而且其实这个得标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让学子们可以参加这个工作，因为其实这个工作如果说同学们能够参与的话，其实他从中间可以得到很多，不只是工作上的经验，而且得到那种同学上的合群跟那种互相切磋的那种经验，所以这是我最想要得到的。那我们其实这个很短，只有大概一个半月就要完成，说实在同学们就不能回家，而且就是要利用放假或是下课时间来做这些事情，因为刚好卡在那种学期要结束又还不结束的时候，所以说实在大家都很辛苦，我也很感谢说所有同学跟老师们的合作，让我们这次很顺利的完成。那学校也很包容我，常常让我出差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其实，真的是要感谢大家都很多方面的支持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好的经验。那其实大概总完成大概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说3月31号完成，可是说实在他验收是在1月底就要验收，所以说实在真的很赶很急，可是我们还是所有灯区里面我们是一个最标准，没有延迟到，而且从来就他说什么我们就可以，他的时间内我们都可以完成，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很骄傲的一点。